林律师，你今天不是休息吗？怎么来上班呢？我热爱工作，我想上班，我不需要休息。林律师，你没事吧？我怎么感觉你今天状态有一点不对？可能是最近压力有点大。没有哪一个工作是轻轻松松毫无压力的，但是你还是要懂得怎么排解压力。好的，好的，张律师。这样吧，今晚我们一起看个电影。看电影？没有这个必要了吧？劳逸结合才能更有效率的工作。况且，电影里面的案子对我们来说有一定的参考性。果然，无事献殷勤。那稍后我把电影的信息发给你。我等一下先约了一个人见面，还你电影院证。喂。